欸，信使鸟叼着 Finn 的包包不放，好像是想要带 Finn 去树果园。树果园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些无聊的树果，我们骷髅队用的是给你面子。你看我们骷髅队多么豪爽，生成果实，我们的肉可以这样子说肉。如果是宝可梦，我会很乐意给你们吃。至于你们，门都没有。如果连宝可梦都不如，拜托你也对我们好一点呐、啊。看什么看啊，是你这小子想动手咯，想对战咯，上次在港口输给你，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厉害。骷髅队就是一整天耗闲混战东西啊，你竟敢说我们是东西啊，你想逃跑咯，我要修理你一顿，顺便抢走你的宝可梦，看看我厉害。来了来了，来挑战啦，惊吓感觉不错哦。他们走起来像开过刀的，哪里开刀？你说头脑吗？我的宝可梦鼻青脸肿，自尊心七零八落。哦，我们木木消要变头雨消了。哦，来了来了，进化成头雨消啦！对。大家忍耐一下，很快就会变成橘色树枭了，很快很快。真的假的？未免太强了，真让人火大。我们要去找伊玛的麻烦喽。说的也是，充裕洞窟的话就在这附近了。我兄弟说了一堆漏，就是为了让你留下印象啦。你给我记住了，你的头雨枭真了不起啊！这是你的谢礼，谢谢你赶走了骷髅队的混蛋。沉沉果。那喊对，推销玛丽周边。对啊，骷髅队没有在推古兹玛的周边呢、啊。骷髅队会告诉你他们很会说唱、啊，没错，他们的 rap 哎、欸，而且手脚一大堆动作。喝杯螺丝雷朵茶好了，我还以为他是用螺丝雷朵榨的茶，害我吓一跳。结果实际上是这个茶叶是螺丝雷朵很喜欢的。打扰一下，你是阿罗拉的人吧？有件事情想拜托你。好啊。我和我老公两个人来阿罗拉度蜜月，然后在三号道路上看到我们那里没有的宝可梦萌萌，于是我家老公就对宝可梦一见钟情，说它很漂亮，所以我想请你把萌萌抓来，只要能够掌握它是什么样的宝可梦，我也可以去捉，而且它在三号道路上，帮我抓来，我就会好好给你谢礼。抓到猎雀跟你的腕力交换，我好像没有猎雀，对，刚刚那边有，我去抓一只跟它交换腕力。好力的话我们要爽快答应。好啊，我们就现在就打完这个训练家，我们就去捉猎雀跟他换。他输掉了还耶、yeah, 我输掉了，太好笑了吧。哎，出现萌萌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帮那位外遇哥解决一下他们家的问题了。好，萌萌来了来了，猎雀七等。哎呦，还好。阿芬喜欢日月动画吗？我觉得很好看啦、啊，剧情的部分，人设的话就见仁见智了。好，猎雀可以跟他换腕力了。来了，我帮你把萌萌带回来了，观光客小姐，给你看看。用长长的嘴吸取花蜜跟花粉，确实被吸了后也很可爱。什么东西啊？怎觉得我变得比我老公还想要得到萌萌了？先给你谢礼吧，3000元，我会试着去找萌萌的。我用猎雀跟你换腕力，拜拜猎雀。我、哦、这动画也是挺帅的耶，他叫 Polly 耶。我们暂时还是先养木下好了。伊利玛来了，充裕洞窟的挑战。我的考验将会在充裕洞窟里进行，只要从这边往前走几步就可以到了。住在充裕洞窟里，宝可梦会相当难对付哦。请准备好伤药之类的道具，挑战主导巡礼的考验，挑战自己的极限。据说这是阿罗拉长久以来的习俗，进入充裕洞窟之后，在考验结束之前是无法出来的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伊利玛的挑战，冲啊，修炼喽！哎呦，好酷哦！有种丛林感呢，到处都是青苔。让我正式欢迎你来到充裕洞窟，我是伊玛队长。那么我来向你介绍考验的内容，你要做的是什么？什么什么？要把猫鼬哨找回来是不是？
把三只在巢穴里等你的宝可梦打倒，然后得到放置在洞窟深处的 Z 纯金。你和宝可梦之间必须要有绝佳的默契才能够办得到。哎呦，还有一点忘了说，这个洞窟的宝可梦实力都很强，还栖息了更强的霸主宝可梦，它应该会成为你通过考验的最大障碍。顺带一句，在完成考验之前无法从充裕洞窟里面捕捉宝可梦，只能够用打的。这是主导巡礼之中七个考验的其中之一。正式开始伊利马考验。哎呦，有一点帅气耶。好，这个巢穴里面应该有偶不速杂兵，里面是有训练家是不是？猫右上为什么会说话？哎，不错啊，我们进化了，能力上了一阶，我觉得不错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猫右少很强，但是我们更强啊！你们要这样想，因为我们进化了。对，我们现在比较 OK 一点了，我觉得。还剩一只哦，刚刚那个就是了。这边是不是要走这独木桥啊？其实是摔不下去的，但是他就会这样子演，这样演好像快掉下去。好像要掉下去了。别演啦，孩子。这个是空的吧，我猜。对，里面是空的。哦，最后一只躲在那边，应该也是猫又少。啊，空的。哦，在那边啊。还是他就这样子，他遛我是不是？最后一只，也是空的。啊，为什么？啊，是怎么过？啊，出来。树果原子报仇，你还记得我们是谁吗？好厉害，我们可是一模一样的。傻啦。不过这也不重要，我们潜入这边就是要妨碍这家伙通过考验。那赶快把这家伙的宝可梦抢过来。我们这面瘫点是怎样？被帮派耽误的街舞高手，我觉得他就跟自己的催眠魔一起组团啊，催眠魔弹那个弹音乐让他们跳。我这么弱，你也知道你很弱，又是这个结果，真的假的？搞什么？这也太强了吧！现在可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那到底在比什么啊？我真的不懂哎，真的不懂。怎样？我说啊，里面的东西很危险，你最好也赶快逃喽！逃什么逃？要报仇啊！我们要盯紧那家伙的巢穴，抓住猫又少。真的假的？那就动手喽！很正向的团体，没错，他们帮我们堵住这个洞了，出不来。猫右少会讲人话是猫右探长，猫右探长应该会比较厉害哦，超像川普的啦。飞野快刀，我觉得头羽烧有点像忍者打倒了，这样就通过了吧？教练，我通过了，你已经向三只宝可梦展示了你的强大，请往里面走吧。我们要得到 Z 纯金了吗？来。他被放在这个台座里，好像感觉到某种尖锐的视线，要去拿放置在台座上的 Z 纯金吗？拿？干嘛不拿？该不会是猫鼬探长？是霸主猫鼬探长？霸主猫鼬探长来挑战，气场覆盖全身，变赛亚人了我有点紧张，我是不是要先吃个补血啊？先看他会怎么样。哎呦，他绕狼啦！我叫了一只小只出来，突然觉得有点可爱。哎呦，再一次。有，应该打得赢啊！我们等级这么高。哎，剩一下，他应该没有长招吧？像刚刚的伊利嘛。撑住，有了，所以啦，消失在洞窟深处了，多么令人惊叹的训练家啊！你竟然打倒被我千锤百炼过的霸主宝可梦，那是他练的哦，我不知道那是你练的我以为是野生的太酷了吧！除了佩服之外，我已经无话可说了。你和宝可梦合作无间，完成了伊利马的考验，真是一位出色的训练家，我恭喜你，台柱上的 Z 纯金是属于你的了。我们可以用 Z 招了吗？
哎呦，考验完成！哇，我们这个火焰拳的感觉，那个都是能量在手上。